挺利索。我也读过警校。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，喜欢在天台上见面。我不像你，我光明正大。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？我要的你也未必带来。怎么，上来晒太阳吗？给我一次机会。怎么给你机会？以前我没有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好啊，跟法官说，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。那就是让我死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谁知道？镜头是不是应该过了？简直太棒了！什么梁朝伟、刘德华，跟二位根本就没得比，太好了！过去过去过去，但是过没？还是不能过啊？怎么了？这不好还没过呢？是啊。现在二位别急，现在是这样，咱们这个影片的投资方就是梁总。谁？梁总。梁，哎呀，我一说二位就认识他，长得非常有特点，就是挺大个大脸盘子，戴个大眼镜子，上下一边出，知道不？是不是不是，梁宏达。啊！不认识。人家这些工作人员全都认识你。二位，你拿人钱了？你不是投资方，那是拿钱的，没事。啥方咱也不认呢，你没慢慢慢慢就认识了，没见过面儿。不是，现在是这样，那个梁总吩咐我，必须把他干女儿加到咱这个戏里头。导演哈，咱说心里话，你这个片儿本身就俩人演，是你就愣发呱的整这个人来，我跟你说你没法演。二位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咱们你说干咱这行的，二位都知道，必须得听人投资方的，人拿钱了。所以二位，你看咱这样好不好？帮帮忙，咱这你看好不好？不好演的事儿，你看你这，你们这么，你让他把他加上，行，就这么地吧，行行行，听导演的吧。谢二位啊，戏没法演，没有那么演的。二位受累，二位受累。就是好演员，就是好演员，一说就懂。这样啊，演员准备好没？好。各部门都齐刷亮丽，这里备开始。别动！动作挺利索。我也读过警校。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，喜欢在天台上见面。我不像你，我光明正大。我要的东西带来没有？哎，来来！瓜子花生烤鱼片了啊！啤酒饮料、矿泉水，来块加多宝不？我要的你未必带。你要啥我有啥，来块加多宝。我现在想做个好人，跟法官说，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。给我一次机会。怎么给你机会？机会有的是啊，来块加多宝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你给我塞一遍去。我想做一个好人，跟法官说，看他让你做好人。要不也不什么好人。你俩干啥呀？这比比划划的，这是让我死啊！死你就跳下去呗，别耽误我卖货。导演，这能不能演这啥玩意儿？这是导演哪去了？哎呀，你搁哪去？这戏演的太散了，这戏。这不不是哪一种演？太散了。哎呀，这不不错呢，这还是。哎呀，这戏演等我，等我点，给我点面子。这哪找什么玩意儿？那个，哎呀，好演员，演技太好了。要不您先去休息一会儿？嗯，那行，好啊。那我找我干爹去。干爹，你这干女儿演技演的太好了，主要长得也漂亮，最主要是这身材，今年流行款，好去了。导演呢？啊，你就别多说话了。你刚才这一说，我才知道这就梁总呗。对呀。梁总这么有名望，哎呀，你找这干女儿，这是不是按体型认的？这个干女儿，二位别开玩笑。这样啊，听我说，现在呢又有个新问题，
说那个梁总吩咐我呢，还想把他的产品也加到咱这个影片里。导演能演就演，不能演就拉倒，加个人就够受了。你这把产品加里头，我这能什么演呢？但是现在观众看的是艺术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现在了，谁还搞什么艺术了？我这不也没办法吗？拿人钱了，你看梁总在这坐，给人面你让大哥帮我忙好不好？二位求，你看你，哎呀，这要不这样，你看好不好？给你面啊，对，就给你这一侧面了啊！感谢二位，哪有这么讲？谢二位啊，根本就讲不了，没什么演戏。相信二位演员演技啊，演的太棒了，刚才表现不错，一会儿加力啊！演员准备一下，那我准备去啊。哎呀，您哪慢着点啊？啊，我准备去了啊。这体型，嗯，行了，行这样，那个演员准备一下，各部门给我们认真点，听着没？这演员都不好找，都不容易。那个灯光还有那摄像都给我齐刷，听见没？演员准备好没？好，好了哈，对，开始。我光明正大，我不用化妆，我就是女的。我要点东西带着呢，赶紧了。哎，来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刚才还是俩男的呢，咋变成两个女的呢？我就是女的。你头发不错呀，哪里？做这么多年卧底没人认出来，幸亏我戴了宏达牌头套。宏达牌头套品质好，质量高，买一套赠一套。自从我有了宏达牌头套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头发敢粘了。宏达头套吓你一跳，耶！我就不走，不走我开枪，有能耐你就开枪，来往这打，来，你往这打来。呀呀呀呀呀！为什么不怕开枪？为啥不怕开枪？就因为我穿了宏达牌防弹衣。宏达牌防弹衣是战斗机登陆的战斗机，我是宏达防弹衣，质量可靠，信誉可靠，可以登陆我的网址3W.宏达A B C D E F G H I J K .com。我的网址我们还有电话号码是 SYS S 1 4 S S， 宏达刀枪不怕。宏达头套吓你一跳，耶、yeah! ！上午就喝加多宝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导演呢？哎呀，这戏没法演了，这戏爱谁演谁演，你另请高用。就这玩意儿演完，你上来还能晋级呢？听我说，不是三位演技太棒了，就太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奶奶，三位也就三位能演了，换别人根本演不了。现在是这样，又有个新问题。啥问题？干啥呀？还呀？导演，是不是你有问题呀？我能有什么问题？现在是这样，赵本山老师也非常看好咱们这部影片，他想把，好不好？他想把《二人转》的艺术形式也加到咱这个影片里，二位说好不好？好，你演吧，谁演？你，二位，演不了，不演，听我说，二位，找谁随便找。不是，你看你，我做导演，我能演了吗？全让二位捧个场，我这也不容易。演不了。您跟我说了，吩咐我，我必须得做。你说要不我也没法交差。演不了。二位，要不给二位加钱。行，哎，你俩会吗？会，那我也会了。行吗？行啊，有钱啥都会。那就辛苦二位了，咱最后一遍好不好？各部门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走，演会。唱菜唱的啷个儿啷个啷个儿唱。动作可真利索呀！
我也得图个清醒啊。你们那个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、啊、嘿嘿，天台上咱们这个来天面呐、啊、我不像你呀、啊、我光明啊我正大呀，我要的东西拿来了吗？哎，我拿来了，我拿来了，喝了汽水喝了地瓜，上火你就喝凉茶，加多宝它顶呱呱，这个顶呱呱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干啥呀？这个戏可没法演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好了，闪泪演的太棒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好了，这戏总保挣钱了。哎呀，挣钱了吗？挣钱了吗？挣钱了吗？哎呀妈呀，挣钱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挣钱了！大大的个大，大大的个大，大大的个大，挣钱了！大大的个大，大大的个大，哎呀，大大的个大，挣钱了！大大的个大呀，大大的个大，大大的个大，挣钱了！啊，这个烂梗，别闹了。到点了啊，该吃药了，都回屋去。回去。大大的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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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大的哥呀。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。12岁到18岁的孩子，给他看这10本书，他会越来越棒。他会放下手机，不再拖延，不再叛逆，结果超出你的想象。第一本，你不努力，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第二本，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。第三本，余生很贵，请勿浪费。第四本，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。第五本，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。第六本，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。第七本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第八本，再见了吧，拖延症。第九本，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。给孩子一个机会吧，你的礼物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。